东埔温泉水一清，属于弱碱性的碳酸泉，无色无味，民众拢真爱泡。甚至有游客专工为台中、彰化走来东埔，就是为着泡温泉，因为因看好东埔在地好空气、好风景，对着养生真有帮助。较早一个叫做什么博士来哦，森林博士呀，伊讲咱遮的水质甲水分上好，伊讲个树啊拢生一大一大白的遐。伊讲淡水的水分就是空气甲水分，咱东埔上好啊呐。一礼拜来一届啦，啊泡了是身体较好啦，皮肤嘛较好啦，啊头毛嘛较会乌啦，啊血液循环嘛较好啦。阮拢常常来啊，阮拢泡一礼拜来一届。像咱一届以来东埔遮泡，嘿啊，拢入来遮泡。啊，遮除了温泉好啊，环境啊，敢安那？袂歹啊。安那讲？啊，介绍嘛真公道啦，啊，环境嘛袂歹啊。在温泉泳池中，小朋友是玩得很欢喜。在东埔，这种室外的大众池不算多，但推荐游客一定要来室外泡温泉。会当哪看山景、哪泡汤，实在是一大享受。而且现在东埔温泉季有真多精彩活动，通好参加。业者欢迎民众会当踊跃前来。有彩虹瀑布，还有瀑子断崖，甚至还有云龙瀑布，还有一些小山上的小径。等他们跑下来累的时候，他们就来泡一个舒服的温泉。因为我们的温泉是属于弱碱性碳酸泉，无色无味，它可以喝。然后你泡好后，再吃一些温泉美食，再来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，就会觉得很舒服。除了泡用心的温泉以及参加活动，民众来到东埔也袂当错过用河山河水种植出来高山蔬果甲高山茶，才会当好心意向的温泉旅游不期而遇。记者金文川采访报道。